3号，张艺兴北京演唱会如期举行，多位艺人朋友们也是现身演唱会现场，纷纷力挺。在被爆出来的照片中，王一博头戴渔夫帽，手拿滑板，低调现身；杨紫则似乎是穿着一身黑色连体服，低头疾走，酷帅洒脱。赖冠霖一身潮搭，乖巧出现。UNI 组合也是现身为导师助阵。欧阳娜娜还晒出了现场随音乐起舞的视频哟。芒果来新闻，恭喜小绵羊北京演唱会圆满成功，报道。